苗栗县太前综合医院20年前加入健保数位三 T 离岛地区医疗给付效益提升计划，就来加入偏乡的医疗，因为是搭配远距离的医疗设备，打开新的医疗里程碑。含百廿三千民众不是下山，每组的乡属全靠医生同铺来看诊。那左边的脾脏和肾脏目前看起来是正常的哦。经过远距离医疗设备，后本在大飞期间已经准可医师利用专业的知识，也是双面加条医疗器材，这种在远地山区比城市的朋友来看诊，对于在普高乡镇的医疗有一大的帮助。多样的医院里边有那个专科医师做的对也偏远哦，有较无清楚的地方，各方面呢。经过一个专科医师哈，一个诊断跟治疗，按你弄本偏远呢，唔是从山大个，就到山，就到哦苗栗来看病。太前医院指导山区的医疗资源较唔啦，医生年前应用苗栗县太安乡。墙面骨薄，20年前在太原乡成立双皮微生室做地方的医疗工作，加上远和远距离的医疗服务，偏乡的常用医疗的所在，带动微风铺偏部署的前天。我们可以感受到，真的是对我们的这个偏乡的照顾是真的很用心呐、啊！我想点点滴滴哈，脚踏实地哈，我想对我们的人民来讲呢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。模式哈，来给民众最好健康的照顾。立邦总工为了要突破配国用证医疗的困境，今年肯帮助并列远距离医疗医生与医院，鼓励全国60个三 T 里头，还有配国地区，使用视讯通信的方式，提供眼科、耳鼻喉科、皮肤科和高精准的治疗，将会为一步一步降低含卡度的症候，希望做到配国用证医疗政府无距离的目标。核心会用员苗栗报道。